二月二十二日讯，昔日花旦陈慧珊一直对破产丈夫钟嘉宏不离不弃，早前更不惜付出挣钱养家。日前 Flora 抱女现身中环，粉脸离奇受伤，贴满胶布，双眼明显浮肿，更刻意以太阳镜遮眼。当她发现媒体时，刻意拧面壁镜头，昨日更躲在家中不愿露面，缺席好友蔡少芬之约，连最看重接女放学的重任一交由 Maggie 代劳。向 Maggie 问及 Flora 之伤势，她却不做回应。